接下来是至尊之选，表情包界的豪华套餐现已上线。我刚才呢，我刚才做了一个热身，好吧？这个接下来主要是陪衬。刚才涛涛在底下一直说，其实我特别怕做不好让大家失望。因为我从来没有说自己去做过刻意的。后来好，海涛说你别紧张，你正常发挥就行。那个涛涛平常心，来吧，加油！我们也希望各位观众用平常心来看待这件事情。毕竟我们黄子韬的专业也不是表情包，那都是副产品啊。只是他，哎，怎么后面这位朋友笑得很开心？我说错了吗？不是，你每说一句我都觉得挺有意思的，是吧？这样好了，我们平常心，也不修改规则，我们这次女生先来好吗？娜娜，你这样就没压力了吧？好不好？来 B 房间，谢娜。孔雀舞，菠萝菠萝蜜，敢跟我动？接下来 A 房间，谢娜已经过去 A 房间观摩去了，谁也不想错过这个实地学习的机会。接下来黄子韬，娜娜，我们看到你这个，我们都以为是孔雀舞还是什么，但看他这个，我们就知道是什么了。是什么？巴啦啦小魔仙。变身。很好奇。我一弄完，然后我一去观摩他，我输得心服口服。我感觉到，因为你有从镜头前急速穿过，我们看见了。对，然后这个我们也很好奇，到底会截哪一帧的画面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请看。哇，还不错哎，我输得妥妥的。哇啊，涛涛你好棒啊！为什么他做的明明是静止的画面，却有 GIF 的效果？是不是？感觉却在动。而且我觉得世态炎凉，真的，刚才我们所有人在那边的画面啊，观众并没有什么不适的反应。涛涛的一出来，那边的观众纷纷站起来表示看不到。刚才你们都是随便的是吧？好，现在由我们实习生来投票。哇，好期待！三。二一，请投票。哇哇，你赢嘞！哇塞！不用为刚才感到自责，请投黄子韬，求你们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有人正式取代我的表情包地位，那就是娜姐，恭喜你！刚才这一段又做成表情包，哎，特别是抬手。娜姐，伸手的时候绝对被截了。同志们顶起来，同志们顶起来！哎，现在的也是，哎，现在的也是，同志们顶起来！现在这就是太挤了，专业的也是，专业。该不会这期节目播的时候，我们的部分都是正常的画质，到他那全是。